各国国晚会就要过年了，为着要关怀国内弱势团体，并且和健身人甲受保护关素质，拢会当贡献家己的力量来服务社会。南投地检署特别来甲一支队的南投县智障者家长协会举办公益关怀活动，来参加的健身人甲受保护关素质，拢抱着感恩的心，协助学员的快乐农地来烤草甲种菜。地处南投地检署嘛，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伫咧简单的季节，呼吁社会做过来关怀弱势团体。在南投地检署的安排下，健身人甲受保护关素人，专工来到有地长者家长协会，在自己地所经营的生态家园，来协助烤草、种菜服务工作，大家贡献家己的心力，一点啊拢袂感觉忝。来关怀，所有在这边，智障者家长协会他们的所谓快乐农业啊，我们也是秉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来帮助他们借这个机会给社会的人知道他们有这个协会需要大家的关怀。大家齐心协力，将快乐农场当中的工作完成了后，生态家园的学员也用因练习真久的泰国表演来感谢大家今日的辛苦到三工。南投地检署检察长杨秀兰也送上春节礼品来鼓励生态家园的所有师生，并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呼吁社会做伙来关怀关内弱势团体。是办的关怀活动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哈，是一方面借由社区服务的实际的一个行动展现。我们对弱势团体的一个关怀，然后让我们南投县智障者协会的各位家长还有更生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的一个温暖，然后愿意勇敢更勇敢的一个走下去。那其实南投智协长期以来就是有我们地检署的志工来这边跟我们服务因为他这样子的服务模式就是说能够让他们投入在我们的农场里面跟孩子的一个互动，比如说孩子在工作的时候跟他们那些的互动能够提升孩子他的工作能力，那我们的更生人志工来到这边，其实他不会感他让他们心里没有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孩子的心中都是好人。因为有南投地检署每年的爱心帮助和后教资源，对着地长者家长协会是很大一份力量，鼓励因在困难中会当有能力继续来照顾培训这些学员自立的力量，也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记者金山采访报道。